下午好，欢迎来到山庄 garden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用这种贴纸，黄色的，它有粘性，可以粘虫、飞虫。你看，我今天还粘到了一个青虫。这个黄色的，这个是朋友给的，效果会没有这么好。他是在网上买的，是中国过来的。我感觉这种粘性不够，粘的你看不是很多。但是我要在澳洲本地买的，粘性很好，你看粘的很多，而且它的色泽比较反光，比较黄，你看它会反光发亮的。这种反而会吸引昆虫，你看那效果就会好很多，粘的要比刚才那个要多很多。我还是建议大家买，虽然买东西吧，有时要看质量，贵的东西呢，基本上质量是会相对来好的，没有很少在，基本上没有在买过。网上买就是怕它质量不好，没有比较，没有对比，你就会不知道哪个质量好。你有比较有对比，你就会知道还是买质量好一点的能粘上。你看这个都粘不了多少，今天不知道咋运气这么好，粘了一个这青虫在这上面。